场地是决战场地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一场64强赛由范爷然后对抗犀利，双方都拿出了妖精，然后犀利这边看起来很明显就是一个甲虫妖，那上面的节奏目前看起来是节奏妖，其实我觉得应该两个都是有甲虫的啦，因为甲虫真的是在指定模式下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存在。嗯，但是我觉得上面应该是偏节奏，我觉得我猜上面是没有甲虫，反而是节奏妖，就是打一个就是一直对付自己怪的，然后扑墙的。哇，这边是直接下出了三只哥布林兄弟，超猛！你看，节奏来了，节奏来了，而且还可以加上一个 one two， 然后再全部再 set 点一波。之后这边会不会考虑说用一只小哥布林去换嘛？反而是下一个丽莎哎，他选择直接撞光，直接撞脸，就是不让对面解怪。如果找不到他对面，你先，是，你先说。没有，因为对面的话他没有能力可以解，然后他最多解一只，没有办法解到第二只了。因为你现在没有进化点了，你只能丢怪，然后也没有办法打。他等于是要铺一个场，不让对方解。那以犀利来讲，这边很尴尬，因为小梅丢下去也射不了那种东西，他只能勉强的用那个甲虫去做一个结场，因为他不确定对方到底有什么牌。不过这边也确实防到了那个旺兔的一个节奏。有，其实刚刚我会比较偏向一个旺兔，能三只冲感觉很猛，而且全场攻都是一，可以用一只一去换一个二一，也是一个蛮不错。后面是强血压那个经济之神。嗯，不知道，我是低端啊，我只是我自己的看法，我是这样打，我的习惯。就是犀利要怎么解呢？他选择出场应该会进化解一只吧。这边用，因为两边场面都上都有经济之声，那优先攻击的人可以占便宜啦。哦哟，然后决定先把一张的哥布林先换掉，可能是怕对方再用什么妖精旋律之类的。那刚刚如果去选择说用33去赚一个11，是可以白嫖掉的，然后自己是完全不会受伤，连对方的那个经济之声效果也不会，也不会吃到吗？不会啊，先杀死不会吃到，对，先杀死不会吃到。那这个时候对面就要考虑他到底是要节奏一波去打脸，还是再挡一波？范范只有你可以这样好好了解。我刚才是看到有人讲说范范，我才这样叫的。好了，我叫什么？看一下九九提供的，就叫飞恩叶哦，飞恩叶，范爷，选择解光他，然后防对面结场。其实像这种同样牌组的内战来讲的话，真的新手那个胜率就稍微高了一点，现在就是有一个新手优势在啊。不过这一张的雷纳算是一张后手的牌，它可以做一个很有效的爽解，只要你有办法在打出这张牌之前把手牌这个数量，你使用数量有成三次后，那个什么棋全场打两边，不行啊，对面也是那个啊，对面没有办法做那个能力伤害。哦，这个真的是有点，这边如果装哥布林的话会死。你会死哦，对，就只能换了。你但是也只能换了，没错。好，第二张精灵之声下来，然后西域又被解光场了。这边很完美的一个解场，然后再把场面给铺满，然后下回合再看看有没有位置，才直接下。下一回合就是在看不会丢那个万兔，然后场面上的。对方的范爷，他的荆棘之声压在这，每一只的妖精都无法去做结场，他只能变相的用妖精去撞个脸。那
这个血量撞点也是一个很惨的情况啊。对啊，因为毕竟你血量就是比较少，你现在可能的话就是在进化那个妖精死翼者，去至少解掉一只。但是，嗯，好、哦，没有解。哇，我的对面节奏起来了。留下万兔，哎、欸，没有。但是选择解光他、欸，哎，这么小心翼翼。哇哇哇哇！哦，新手这边又下了一张的那个蜥蜴，这个头很大、啊。我们来算一下伤害吧。目前长弓再加进化点的话是十滴。哇，剩三滴耶！鸡剩三滴，而且这个白嫖之身，现在他的淫威就展现出来了，完全解不了。对于妖精来讲，真的有这个精灵之身，真的过不去，太过分。那另外一个很怕精灵之身的主战者就是复仇者，每次那种创造物都一点血，然后遇到妖精都撞不了。嗯哼。是丢甲虫吗？丢下去了，这边可能也只能这样 all in， 然后选择凶下去了。六点。哦，右手又来一张天虫骑士，这边这个已经 all in 啦、欸，是不是可以带走了？可以，可以，一定可以带走了。这边可以先打出不风引半，然后节奏，然后再加上天虫战士，一张的妖精五号加、啊、加上天虫骑士进化，不用进化，不用进化，直接结束了，对，直接结束了。哇哇，右手啊，他就算没有天虫来，他进化一样是可以 ending 啊，所以不算右手。我怎么第一场都那么刺激啊？上一场也是。怎么犀利第一场都这么的手气不好？那我们首先恭喜，就是第一场由那个范爷率先拔得头筹。哇！其实看到他选阿桃，我就知道他应该是个超越。果不其然，应该是个超越吧？一定是个超越啊！主要他超越的轴有放那个魔炎毁灭者，哎，还蛮结场用的啦，结场用。魔炎毁灭者是结场用啊，是一只那个可以降到零费的大怪七七。哇，这边的节奏，而且又是后手加上奇美，加上奇美拉，加上猫头鹰，快攻这边可能要过不下去喽。嗯。哇，连超越都来了。哇哇哇！对面手牌手应该都手气太好了。西这边节奏好像打不太起来，嗯，而且他又要担心他丢二号，等一下要被丢回来。这边你会想要下星际双子，还是要下妖精鱼？我应该是妖精妖。那个森林死翼者，森林死者，我觉得仙境双子也是算是可以下的选择，因为仙境双子可以拿来跟那个精灵断刀是 combo 啊。嗯，如果他这样就要必须要扣牌扣到5 PP 才能做一个进化点的 combo， 那如果是用生物去做跟对面的巫师做个交换，打不太到什么优势哎。因为他这样的节奏就变成是有点被动的去做一个结场，如果你这些牌都扣着的话，嗯哼，可是现在没有办法、啊。感谢订阅哦。然后接着就是那个恶心的猫头鹰要出来了，我真的觉得超越在即使没有红卡的情况下真的很强，因为他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各种恶心的结场牌，而且又各种 rush。转播场次没有五八吗？好、哦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这边 check 一下。
大，对上超越先手还算是有优势的，一点先手优势，一点点啊。嗯，有奇美娜这个先手优势全部都回来了，奇美娜真的很强。王好音警报，就看他可以在奇美娜出来之前打掉对方几滴血啊。打超越就是一个清洗，然后以犀利的手牌上来看的话，他下一回一定是5221下去，应该是不会有错。然后可能的话，应该是不会解掉他的猫头，全部去抢解。哎呦，结果来了一张妖精的旋律，哇，这下尴尬。这边可以去做121先进双子进化。再加上妖精的旋律啊，对，然后可以做一个全解，然后星星双子还可以去留下一点血，对，因为精灵盾斗师只有 buff 一只，但是妖精的旋律可以全套 buff， 然后就是赌对面没有火焰连锁，没有办法一次解光你，因为其实法师超越法师的解场基本上都是解单体大怪比较多。这边果然就是要这样把全部的节奏做满，然后全部碎点。那现在这边的大自然导引可能要稍微扣水，要等甲虫凑到那个甲虫过来，有甲虫来就有机会。嗯，而且对面剩七滴血，结果反而是一张的那个妖精的旋律稍微把局势扳回来一些。那以超越巫师来讲的话，本身还有那个巨象等级的守护者巨象。那他这个守护者直接打下去之后，甲虫也会蛮难过的。对，然后目前的话，因为两张猫头鹰就是四扣四耶，前面有对奇美拉出来正常，哇，结果全部被解光了。哇，有点惨啊！这边只能选择全部铺开。或者是，然后进化雷尼做个双截，刚好一只雷尼，然后加一只小妖精哦，做一个抽牌也是可以啦。因为其实再不抽也留着那张太赌右手了。而且其实那个如果 C 的牌没有改的话，我记得他还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冥府，他说应该等冥府这些东西哦。可是他其实冥府出来那个墓地树也刷不太到哎、欸，对，我觉得如果来一张崭新命运，然后刚好进的牌是什么甲虫回首回首之类的，就这个就神啦。这个有点难啊。就是、对于超越法师来讲的话，结场可以再继续解得很干净，他这边的天使圣剑一定会打下去，然后只剩一只的妖精了，完了。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订阅哦。我这一张来太晚了啦，下面有进化点可以做个使用，只不过可以做一个对空射击，挤掉对方的奇美拉。嗯，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把场面铺开来，然后尽力力杀下下去，把全场的11的妖精全部都变成魔免状态。只是我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把丽莎拉回来。哎、欸，不错，把丽莎拉回来可以去防范对方用一些法术牌接场。只不过其实这边的巫师已经没什么接场牌了。对，智慧之光，哇，还没办法挡啊。其实如果我是超越的话，我刚才应该会是土印再加上巨象突击。赶快找一下盾吧，没有，他已经决定可以直接开了。哦、没有，因为刚你看对方出牌来讲，他把妖精地杀拉回去，然后手牌又剩两张，我就可以猜他一定没有甲虫。那没有甲虫的话，我可以再就是可以再 rush 啊，去 rush 啊。这边两张的巨象，守护者巨象打出去，局面超级稳，有点惨呢。但是如果这波被解掉的话，那
法师这边就比较麻烦，因为他当时只有一张超远。哦，但是虽然说妖精的头的血量是非常的多，但是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惨烈的。哎，选择没有丢丽莎、啊，没有，他也只会丢，因为他先让一只妖精去死，然后就多赚一点伤害。那这样不错、啊，至少对方没有办法用法术牌清理。对，有刚好反到一手，就是那个魔导飞弹。对，如果西丽应该也清楚，这边还会有一张的三三的盾，必须要去过。啊，没有过真的就要 GG 了。我觉得刚才的超越开太急了，因为你当时手上魔炎毁灭者刚好已经来了，你就应该想办法把它 rush 到可以同时丢。我觉得并不难呢、欸，因为其实对方已经手牌没有资源了，你可以先这样做，控一个，然后去做一个那个守护者巨像，去把盾都铺出来。不是啊，我说那个开门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他就是用一个开门来去支撑他下一回合做一堆盾，嗯，但是都会赢啊，只是一个比较鲁。哦，我个人是比较习惯说，我开门就是要结束，要结束对方。但是他魔炎毁灭的下来还是因为你要以那个第一人称视角去想，有可能对方手上有可能掐着甲虫。但是我刚才有讲，我就是觉得对方手上是不会有甲虫。对。对，你就是你会判断他没有假装，所以说就不觉得我开。他应该是不会，他可能觉得怕以防万一啦，先开可以先加甲虫盾，这样是比较好的。哇，这边解的光可是还会有一只的七七的，解的光可是还是麻烦。对、哎、上妖精决定要又来支撑，说来一张的回手吗？没有，可能就是回手配甲虫，可是这样抽牌手段有点少。心理战术。哦，如果不把牌打光的话，是可以。如果对方没有记牌，是可以骗对方说我只占是甲虫啊。投降了啊！没有办法，辛苦了，心理这个右手不够力了，辛苦了。那我们64强赛由范岩 DLT 获得胜利，恭喜！ようやく私の出番みたいね。どうぞ覚悟。好，对方的皇家是带上了一个，应该是快皇体系，主要他放了一张快皇比较少见的凯旋的骑士，然后作为一个场面铺开来的一个场面压制。然后这边竟然是土印，令我意外。就是土印哎，我还以为是超越。真的，这边矿王节奏蛮不错的，他直接进了一个一的及时的剑士。有梅维，这张梅维的应该就是取代奥之国去做一个补牌的一个手段，因为其实普法灯打起来之后会很缺牌。可是这样子对面刚好又是快皇，会帮对面补牌的感觉。打得出去吗？仕掛けもございます。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比较觉得是这张美维会帮对方补牌，很尴尬。这边土法还算不错，就是有一张进了一张可以看快的费洛。那对方如果不解的话，他本身是每一张图片进场的时候还可以去补个血。那等等一级还可以把节奏做满，就是做一个费洛加上魔女有个大锅炉，这样至少可以拿一个两点血。然后场上的换货骑术师应该是可以一直活着。这边的快攻皇家在想说，怎么办？要不要解掉那个换货？如果是你会怎么打？我是对面吗？哇，这边就是先攻不交流哎、欸，全部走脸哎、欸，不交流啊！而且他很聪明的，就是他把进化点决定要留给可以及时的朱丽叶的感觉。那、不然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刚刚其实派朱丽叶也是可以。勉強になるだろう。这边如果把魔女的大锅炉拍下去之后，就可以。再两点。
其实以一级的手顺来讲的话，还真的是蛮不错，因为他有一张的幻惑骑术师可以自杀、哦，就不用怕那个土印可以卡场，加上他的土印每次打出去还可以再补血。而且幻惑骑术师这样子解那个快攻，其实还蛮好换，就是一整个拖可以挡得住啊。完全升七七耶！哇、啊，继续走脸啊！这应该是一个继续走脸的节奏啊。嗯，挤下去的话，要花的资源也太多，而且两张的朱迪也是一定会被那个费洛做优势交换。之后这边的脸到底惯不惯的赢，就不太确定哎。因为等等，真的血量有压力之后，一级这边可以去做计算图级的二倍不爆能强化，可以拉出一张的33的盾，也是蛮麻烦的，而且还可以再接上一个废铁炼成术。然后戒指之后还有一个境界魔像，他最后选择一个剑。哇，这边的话应该是巨像跟守护者炼成应该都会下去，废铁应该跟守护者炼成都会下去。进化废铁炼成术做一个交换，那我觉得这一场一级应该是不会丢没有，毕竟场面优势对方没手牌。果然就是我刚刚所说的，他就是一级这边直接做一个巨像土鸡的吃土印变成一废，然后手上的炼成阵啊，这边有两个盾很难过啊，真的。这边皇家节奏要打满，就是要用一只的及时撞掉一只的盾去做进化解，但手牌的数量可能跟不上这个消耗速度了。对，所以看一集会不会佛心来一下做什么。哦，暗夜魔法师。許されざる実験を始めよう。結束。嗯，吃掉感觉有点亏。命的节奏。这边进化点扣得很紧啊。也是啊，对吧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刚才会做天轮吗？还是？啊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觉得你刚才会做天轮？我刚刚会做天轮吗？我会，其实因为我就是喜欢平脸。我刚刚就是觉得，我的意思说你会丢天轮去打掉那只盾吗？我会丢天轮打掉那个盾啊。为什么我会说我就到平脸？因为我场上那两只23跟21没有打到脸，我就觉得不爽。刚刚的情况下，我一定会，要不就是刚刚那样下，然后进化点用下去，然后全部打脸。可能是低端的这样想吧，就像我。我也是，我很低端，嗯。这边也只能去做一个圆桌会议，加上一个摸摸头倒下牌，直接丢下宫廷剑士，不摸一下牌吗？我好想要用宫廷剑士来摸，但是这样其实他冲出来从者并不会有加到攻击力哦。哇，这边的快皇没想到拿了一个先攻还是下去了。没有，因为他知道他们那个圆桌会议能拉的就只有两，就只剩下一张，所以他先下那个。嗯。其实先下圆桌也是可以，摸摸，然后再下摸摸头，然后再下那个。这样子加成是比较多了。我觉得一集刚刚那个前面有摸到变态跟费洛是蛮重要的，就可以成功看快的关键。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为什么你要叫变态？搞什么？幻惑骑术师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有第二局，由巫师对上主教。哦，英灵神殿上将，
是不是要打多凶的那个疾驰啊？一定神殿上将啊，他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虫子，但是他其实可以跟一些疾驰的护符做个搭配，因为疾驰的护符本身具备一个疾驰的效果，那他可以让疾驰的虫子直接获得一个加上将他的能力，可以直接灌你。然后对方的那都是小的加百炼，是吧？然后对方的土秘术带的有点偏控的感觉，对，就是抽牌比较多的感觉。哇，又是盾的、欸、这个节奏出来了、啊，一二三，二三四嘛，二三四五都来了。然后刚刚的那一张的黄衣战士利诺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选择，他有一个交战的效果，然后在即时周中可以多抢那一点或甚至是两点血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发现应该是会丢老头下来进化结场，不然的话就是。变成是你的那个场上二二要去抓土印的耗土印的牌，不然他没有东西丢啊。他说：“你觉得如果你现在是土印法，你要怎么？”他是选择下一张，我应该也会选择跟他一样做吧？这边就跟我不一样了。我会想要，因为我劫场强迫症啊，他想要多抓一张的吃土的牌，对啊，让一张的盾可以留一只，三血。但其实壮烈的大神主出来也刚好可以撞掉。对方刚好进一个很顺啊，一级这边很顺啊，直接小骑兵做一个很恶心的一个双截。而且下一轮还可以再加中犬去。加一个盾，不然的话对面就要用一个进化点去解掉你的兄弟，解掉他的小兄弟，会很麻烦。对方，我会想应该是先找牌吧。废铁找牌了。对啊，都两张关心的，还不赶快找一下牌。然后接着的话会用李维去进化，李维进化。那先下盾。可以，那还是要李维进化。我觉得，只不过比较亏的是，就是他那只武士有可能可以撞掉一只怪，然后还剩下一点血，这样会稍微赚一些血。如果以一级的牌来讲的话，这边会怎么打？中卷再加上那个吧。你被打脸了，这边就直接打脸了，直接凶。我觉得一级会凶的，太凶了！哦，凶起来，凶起来！我不懂为什么他关心不丢哎、欸，还是他想把那个当成土印牌，不想去找牌。你现在这种情形，老头应该是跟小骑兵换掉了。丢张关心吗？他手上满满都是守护神变成树哎、欸。如果是一级，对，没事。对方的牌组啊，是不是有点灵符构成啊？他选用了非常多的守护神变成树，感觉就是想要达到一个快速堆木这个效果。哇，超级凶啊！这边超级凶，进化点全部用下去了，完全不 care 对面很多守护者啊。那一级这边不是一级这边，这边其实可以用那个转化魔法消失掉小骑兵之后，再加一个盾。加不出盾，加不出盾，对不起，我看错。他可能还要再找。哇，莉莉的神研究室
增加不对啊，也就是他就是疯狂的盾吧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大魔波鲁。不过这边有丢了三个图片，稍微拿了三点血也算是蛮赚的啦。嗯哼。那接下来一级尴尬了。小师，一级实际上尴尬的就是他的手牌，他前面的星岛天球仪没有抽到，他就变得非常的缺手牌。然后我个人觉得天界的中选也会打出去的，因为他已经吃不到进化的效果了。哦。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要特别扣？哇，这个哇，这边的图要控起来了，控起来。进化下去了，现在就看一集要不要冷啊？是诺诺的研究室，好哦，对不起。哇，一起这样难打啊！这边觉得对面会铺场吗？选择抽牌。哇！我靠！有啦，其实我一开始有这种感觉，直接拍一个诺诺的秘密研究室是一个蛮好的选择，不用怕说被一个扫全场，然后手牌没有。这边他手上还有四张的那个守护者炼成术啊，这个炼成阵太猛了、啊，真的。双帝大神子出来了 ，OK， 现在就是要把想办法开冥符了，两张的守护者炼成术，然后接着就丢冥符，看是不是右手了，然后再两张守护者。没有，哦，这样还就是满场。对，看右手，右手。不、哦、是狗狗，没右手。狙狙，如果是大鸟，这就逆转了。对，没有没有骂脏话，传承传统传承架起来。一集一定在荧幕前面骂，这种东西他怎么会遇到这？你看他的伊利亚惊讶了。伊利亚好可爱哦！好，这边就直接有冥府长城获得胜利。哇、哦，比数战成了一个1-1，好精彩哦！真的。那接下来围观要用那一套比较特别的一个快攻，究竟到底这个快攻节奏能不能再次达成呢？然后对上这个即时主教，两边都在比快的啦。对啊，还是快攻当道。我觉得主教这边的重点就是，应该说双方的重点就是一费用的东西。对对，如果有星岛天球仪，他整个抽牌会顺，而且多一张的护符可以利用。是，就是不知道、欸、哦。两边都不换，两边的牌都留好留满。那这边一级先勾有点小尴尬，就是他一费没有青岛天球仪可以打出去。那这边的皇家有多了一颗进化点可以使用，而且一费只抽了刚好出了一张的一二，有点尴尬喽。你其实还好，因为我刚刚念错实验室了吗？诺诺啊，诺诺。一级，因为其实他的一级的三倍那只狮子其实可以。
我会，因为我想要逼对方接我怪，然后我天国阶梯可以早点爆，早点出发。啊，其实也没差啦，因为基本上他应该还是会接。其实，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要把进化点祖传给星爆，然后前面想办法把对方的主教的血量压到十点以下，然后最后就是要靠。但是别忘了，现在是无缝杯，没有星爆。嗯哼，尴尬了，尴尬，尴尬，一张牌。哇，尴尬的摸摸头。这个同家的就被拖了节奏。鸟哥来了，鸟哥来拯救世界了！哇，一集牌都来了。这时候你想要什么？哪一张牌？就是巴哈姆特。哇 ，GG！ 因为对方两个小骑兵，超级难解啊。勉强来讲可以丢那个忍者的艺术，然后叫出一个忍者大师，他是一个失事的从者，可以进化，这样做一个双解，点掉这只神鸟，对不对？点掉这只大神隼，然后进化装掉小骑兵。是。叮咚！感谢订阅哦。目前最好的解法就是这样了。他既然他没有，他选择没有进化，卖血，选择直接卖血。这边场上伤害有十点大鸟加上十五点带走，赢了，赢了。而且跳血的应该是那只老虎，对吧？跳血是老虎，所以是直接结束了。这算是判断错误吗？我觉得继续撸下去不会赢。也，我觉得进化点有没有交都不会赢啊。哇，不然就是进化点交了就是继续撸下去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交，因为你不可能留给星爆，因为根本就没有星爆啊。他可能后面有那个八号的疾走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一场就恭喜一级获得胜利。我看先开，感觉画师应该是战斗。结果那个可乐没有加阿索好友啊，没有上帝视角啦，嘴看不到、啊。刚刚你有介绍一下吗？看不到可乐牌。好，现在的场次是64强。16强是阿强，我忘记加他的好友了，对不起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以第一视角来看观看哦。来猜一下对方的牌，那边还没打就已经填了赛程了，好，我帮你把取消掉就可以了，那边没关系，这边取消掉就好。阿索猜一下对面的牌。放金人统一，白虎下去啦、啊。那这边很明显就是又是几十走啊，跟刚刚一级的牌型基本上是霸气趴下。你觉得这种即时牌组啊，会不会放上金牛啊？啊，金牛？金牛是可以放的啊。应该会放，但是不会多一张。我觉得一张，然后做一个外挂，然后进化。那黑针会不会可供选择？黑，不行，不能放黑针哦，讲错了。黑针可以看。对不起，跟那个自动消音，跟自动把它那个弄掉。会放，等下不会拿出来用。放了你也不能用。偏控啊，这个。这边其实进了，这边选用的牌比较特别，是有放那个蛇神之焰。这张牌在对抗比较偏大怪的，就是这张牌比较控场，会蛮恶心的。但其实我觉得乌龟大家是会比较去选用的，就是以新卡来讲，其实最强的还是兽机啦，兽机就是超强万年二倍互补，不管什么几乎什么牌组都要放上兽机。
目前感觉起来对面也是一个土那个民土吗？对，应该也是一个民土。哎呦，有没有可能是超越啊？他放土是什么片、欸？他是超越吧？他放金色统一耶、欸？对啊，跟超越不是跟那个土字魔片？对啊，不是不是招土的那个实验开始。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民主啊，等一下说不定就一台雪人了。哦，你是说他是带雪民来打就对了？对啊，有可能啊。我目前觉得超越的几率比较高，因为毕竟超越还是比较热门的一套牌。你觉得？我就说啦，我觉得应该是选，不会是超越。我觉得，可以可以。因为你要超越的话，你不可能没有那个猫头鹰或是鲤鱼。但是他目前的话就是一直抽牌，人家非洲啊。欸，同乡你好，同乡。然后接着的话，魔女杀这边可以做一个蛮顺的节奏，就是天空守护者加罗罗。六费，刚好叫出了一张，看要不要把那只小鸟造出来。哎、欸，不是，不是小鸟，是大神隼。哇，八点、哦。选择先走脸，反正不管是什么，他一定是偏后走他脸就对了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这边大会报告一下，就是选手第53号的命运夜的悲伤，你的对手在找你。我都抽这么多张了。哎呀，结果真的是超越啊！哦，猫头鹰下来。但虽然说我们现在没有上帝视角啊，那这边的猫头鹰应该是右手后面才抽到的。哇，然后前面应该是疾风喷射很多张。然后接着看他的猫头鹰会不会进化？这不进化不行吧？手还是这么多张了，说不定他就什么非洲都爆啊、超越啊、奇美拉都没有。不太可能啊，他至少会有疾风喷射啊。哦，命运的指引。下一回合有得开就有机会。这边就是天空守护者加罗罗。然后小骑兵，小骑兵进化听牌一点。对，就是下一回合没得开就没了。最近有没有可能逆转呢？我个人觉得他的牌应该是蛮差，他打了两张的那个精神统一，很明显是来找牌。嗯哼，而且他刚才找到的都是那种疾风喷射之类的啊，就是他的伤害都比较高，嗯，或许比较多次。那如果他真的很顺的话，猫头鹰也会很早就下来什么进化之类的。连过一张，感觉开不了吗？在思考吧。其实，在上一个版本来讲，哇，第三张的精神统一。这三个版本来讲的话，以即使主教是还蛮容易去抓到那个巫师的，因为他有个二费的节奏的慢扭，然后跟各种即使怪可以打一个很快的节奏。嗯，而且哇，这是四 PP 二。我要一定要开啦，不然就是全部解完，嘟嘟干。对啊，你要嘛就是开，要嘛就是解光。解光的话，还要担心他的大那个疾风喷射，两张了，三张疾风喷射都丢出来嘞。我看一下啊、三张疾风喷射都丢出来嘞，这只能看破坏的虫子。好烂哦、喔！
哇，这样。哇！哦，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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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应该在 rush 奇美拉之类的东西了吧？应该啦。不会来一个什么奇美拉打下去，然后22点吧？不会那么夸张吧？他前面也没乱那么多、啊。中间就丢洛基再开一张。看他的起手，其实他的超越是零费，表示他至少刷了20次了。嗯哼。再抽。就是看他现在到底在刷什么。Hello Hello， 赖迪，你的对手出现喽！命运夜的悲伤，你们互相可以标注一下，使用那个小老鼠。魔烟毁灭者一张，巨象突击。再开一个门，如果再开一个门，我就觉得这个超越做坏了。不会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有门，他没有门，要不就是 TP。哇，我靠！刚刚才讲到他，果然有巨剑金牛、啊。没办法。哎、欸，阿鼠，你要现在出去加他们好友啊？不行，现在也来不及了。他们这个房要重开，没关系，下次你要提醒我。啊、我刚以为你加好了，要提醒你，然后你。哎、欸，对哦，没有没有大奇美拉、欸，我每次都会忘记说没有红卡、啊。对，没有大奇美拉。哎呀，我们在想什么？可恶，你干嘛误导我？我是被你误导那个吧？好了，其实可是双子是可以考各种的选择哦。双子因为是他是金卡，然后会合出一张红卡，这样是可以的选择。普托也可以，那你要玩装备也是可以。那我恭喜物语没模拟杀先获得一胜。后面我与我要加得死啊？为什么模拟杀都得死吗？对啊。我只知道模拟杀的 PP 撞击。啊？你没玩过那个东方飞翔天吗？飞翔天啊？跟飞翔天子，我好像是玩飞翔天子的。手加减那些，而且其实玩的没有很。你不觉得模拟三跟奈叶很像吗？不一样，好啊，差这么多。不是都是那种好了，我们还是讲解这个好了，不要聊动漫。那以皇家的节奏来讲，哇，这边一费哥布林都放上去了，看来他的一费可能有放到九张，不是六张。六张差不多。中立皇为什么会放那个啊？嗯？他应该是一半一半，然后利用小红帽梅西一个很优良双解的牌来做一个结场。可是这样子要浪费一个进化的。但没关系啊，解一只大怪很爽啊。五，然后对方还是继续要用超越，毕竟他超越没过的话还是。还是不行。大概也是手牌不好。我支持非洲来的。然后下面的幸运一可以再打一个朱丽叶节奏。哇，又是在找牌了。这样子目前看来，皇家的节奏有出来了，而且你已经抛到三只法师就很难解啊，超越就比较难解，因为你解两最多解两只，要解到三只就麻烦。不过接下来的皇家这边节奏没有说特别好、欸，因为他四号没有东西，他四号没有东西，他这边也可能没有怪给他解。对，他只能选择就是场上的怪，然后直接用个进化点，然后进化走点。这边为了要把那个节奏抢起来，还是等一下那个小红帽梅西。那就看看巫师这边，通常就是红灰，我每次玩一定吃红灰。没有吧？要看，应该那红灰刚才已经丢过一张了。有这么运气好啊！但是我之前遇到人家直接连三张红灰，让我很开心。哎呦，猫头架！那以这个场面来讲的话，我的猫头鹰进化会去撞掉小红帽。对，因为基本上，撞到小红帽吗？
我会这样啊，我想想看，我等等，我再想想看。不是因为我觉得很难判断呢、欸，因为基本上我想想看、喔，你怎么会放小红帽？就是他目前那种牌感，怎么会放小红帽会很难判断啊？对对对，没事没事，因为他解掉哥布林，小红帽也无法触发那效果，结果他还是多双剑。就是不知道他对方手上还有没有动力怪，他都双剑了，就奇美拉解掉就没事。圆桌吗？圆桌可能就是两只朱丽叶会出来了。这一套牌应该是朱丽叶只放了，朱丽叶放三张，然后圆桌只有一张的这种牌型。不一定，圆桌可能有两张，就是边抽牌。我觉得圆桌两张有点太浮夸，然后就是已经很缺牌，还来一张没用的牌。如果朱丽叶前面已经不小心打出去了，哦，完喽。果然是两张的朱丽叶，然后只用一张的朱丽叶去做一个进化点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二。麻烦在于他场上会有一张四，你剪掉他，但是走脸吧。这边是走脸、啊。我们是脸荒，至少下一回合还可以再用一个耗力做一个双剪。只是殒命之舞就有点。拖到台前了，看不到巫师的牌，其实还蛮麻烦的，很难直接去推销他手牌的什么，超级多，真的，那个路线太多，你知道吗？要不就是抽牌，要不就是……但是刚才已经看过一场，可以抓个大概。这边如果他做了时间开启之后，会不会魔音毁灭者？哇哦！那就要看他是要走脸还是好进化走脸，进化走脸，凶！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聪明的选择，因为你如果魔炎回的进化之后去撞掉朱丽叶，感觉不太赚，而且还会直接吃掉殒命。对，可是不是啊，因为主要是两只大怪总比一只大怪好。然后这边也是进化走脸，完全不用考虑。就是看谁走脸走比较快了，然后就看巫师的手上有没有巨像突击。如果有巨像突击的话，巨像突击挡不下来，挡不下来吗？巨像突击打出去之后，要去场上那只要换掉试试。对啊，对，这样就会剩下一点血，然后挡下来。对啊，巨像突击。可能刚才抽到，没有，也不会剩下一点血啊！我刚才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对方其实要进的是7 PP， 我刚看成8 PP。哦，来了一个人马伺候，没什么用。应该是，没事，现在应该是要靠猎龙去再削他的血，然后见习骑兵看有没有办法走脸。啊，应该是剑骑骑兵先下去，就是先铺场，最后猎龙收头。如果这边目前的皇家，对对对，因为猎龙本身还可以有个过盾的效果。对。然后，但是现在 PP 数已经高了，法师是否可以开门，也是一个重点。现在的巫师都是各种8 PP、9 PP 开门，对吧、啊？通常9 PP 就可以开两道了。玛纳利亚。哇，这个盾被过掉了，再走脸一下。老师，我开门呢？我这个开了就真的危险了。皇家会不会进一张的指挥官呢？两张人马伺候，他觉得太危险，必须要先斩掉。而且如果有指挥官的话，可以一次下去，可以有三张会跑的东西。他就要进了一张的低费指挥官。就稳了，对，他就要进一张的二费或一费的指挥官，他的人马伺候以及剑士骑兵，通通都可以走起来，走起。但是对面已经抽了半数牌了，九 PP 还不开吗？应该是开门了，你是想还不开？应该是开门的，又抽，这应该是开门了啦，确定的。因为他完全不理场上那一只怪，就表示一定可以开。不然就是等一下还可以用，对，就是解他怪。
这边如果没有开，一定要下手准点数哦。这边没有开的话，应该就结束了吧？我相信他会抽到一张。我觉得会开的，因为他把那个魔眼打出去了。嗯，因为如果不用如果了啦，开了啦。对啊，就开了。因为开两张哎，因为为什么看他一定开，就是他青梅拉可以直接就点掉啊，不需要再点魔眼。他就是为了要多挂血那一次，哦，所以才丢下魔眼。而且他已经一次开两道门了。哇哇，一比一耶！现在又是一个一比一，有一个我没有看到，目前比较少见的一个吸血鬼对上皇家。对，目前吸血鬼还没有出来过，啊，这个又要从头开始预测了。那我们恭喜由可乐拿下了，扳回了一局。现在一比一平手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。快黄金弓！退屈させてくれるなよ。哇，结果没有一费，圆桌应该是换掉了。完全不知道吸血鬼什么牌组，看不到。这边其实有剑盾刺图，是一张蛮有压力的牌，而且它本身对抗吸血鬼来讲，可以去换掉一些一滴血的虫者，比如说像是巴风特。哎，有没有可能中立啊？我们上次有看到一只中立，我们一直看到一只而已啊，这次是第二只好吗？有个中立猫哦，有可能，因为毕竟如果你是玩快吸来讲的话，是少一个卡波可以做个补牌，那这就真的要超吃手顺。嗯哼，哦，看到这张了，啊，就是中立啊，对，就是中立。那老虎，啊，他小红帽是来配那个蓝钻石啊？哎，真的哎。你看，我就说现在老鼠可以做出一个很好的效果，就可以解掉一只二一的怪，棒。可是那张是中立牌，我打了。哇，又是一个金钟姐。皇家这边应该还是直接走脸吧。可以哦，下一回合蹲懒将军，再下一回合蹲女忍者，再下一回合耗定，游戏结束。如果不是下一回合跟女忍者，然后下一回合跟什么？啊，对对对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都可以啦。哎，没有，可能懒将军先会比较好，因为六号的话可能可以打这个海盗出来。不过对方的局面也真的有点恶心啊！哇！哦，选择不换，狗脸，会不会受到惩罚呢？会不会想要用懒将军？不，会不会想要用小红帽进化解呢？应该会吧，因为你小红帽进化可以解两只，而且还存活，他应该是解一只，解完还可以走脸，他应该解一只走脸。哦，这么凶，我反而。我刚刚是吸血鬼，我会想要换掉一只小红帽，除非他手上的牌真的是已经是天在握了。牌太好了，牌太好了，那就差一张那个歌剧机啊。是不是要蹲啊？我看一下，我想想看哦，蹲的原则会赢吗？不会，应该不会，蹲的原则就输了。场面这边太。压力还大，场面就十二滴了哎，欸！对对对对，这边只能用一只鸡翅，然后人马刺头去换掉那只大小。我觉得反而是那个朱丽叶可能要进化一只那个。等等，进化朱丽叶，撞脸的话是剩下六滴，然后接着号令是加四，蓝将军加一。要看皇家哲人在第一站，要看吸血鬼的牌吧。就是双方都是打脸牌，看谁可以先把对方打死啊。我觉得，因为会差一点血，有点太毒右手。我刚刚这只朱丽叶，我可能会考虑去做个结场，但这样也不一定会赢哎。是，我的朱丽叶应该也是做结场。如果这边是五点血，就撞下去之后五点血的话，我觉得这样做是蛮不错。因为蓝将军出来加上耗定三加一，
刚好四五刚好带走，对不对？嗯，打点比赛。其实他如果有丢利爪或什么之类的东西的话，应该解释。但是他现在在想什么呢？是对啊，他刚才很信誓旦旦的直接进化在走点，然后他现在又发呆了。好、啊，利爪一张，不会堕天使吗？啊，按摩，按摩，这个是那个主战者的吧？太隐藏了一手，就是他主战者没有放这个，是这样吗？应该吧。那我们恭喜可乐获得了胜利！哇，部落来的啊，干头就对了。真的，这双方是一个激烈的都，就很像是一个，你知道有些那个高手对决都是从头打到尾，用攻击就是都不防御，就对了，刀剑比拼这种感觉。真的，我看那个动漫那种感觉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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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一定要打到一半。一整个一开始落处于下坡，然后后来就是开挂这样子。然后逆转胜，刚才还用大叔，你这就你们就太浅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要把头，就是要用大叔让对方以为没有放香菜，然后再突然丢出香菜来吓得弄死对方，对啊。就是玩牌都还要打心机的意思就对了。我踢神风丘的斑比对上 Cute Model 主教，为什么不叫人家名字啊？那你说那个吗？伊利斯、哦、对吧？是啊。我用太多伊利亚。然后这边的吸血鬼这一次的很明显都是带那个幻影猫 C 耶，都是中立走的。幻影真的就是没有那个卡波就一个补牌不行。那这边的节奏哇，双方都有一费，但其实主就看起来比较尴尬，就是二三费会空，那四费是有一张的那个光头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双解。感觉主教这个就没有这么快。走脸吗？还是放怪啊？其实我刚刚不会丢。我也不丢。我不会丢神圣奇缘。我刚刚呢？还是我太低了。那他这边是撞掉哥布林，是为了说下一回可以丢个圣衣，解掉他的二一的那个巴风特。嗯，那这边，然后他刚刚原本是一个二三节奏都蛮差的，然后靠了右手进了两张，这个节奏刚好又顺了起来。但是目前的话被走脸，因为其实猫西也是一个脸啊，走脸的派别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还是扣太多血。刚才应该要直接换掉那个巴风特的，然后看下一回有没有抽到比较好的，就是你一样都是两滴血。这边光头要来救场了，走，对，要救场。主教以看快的手段，就是四 PP 的光头加上五 PP 的三月度是最强。如果你三 PP 还有狮子的话，会更好。你说什么？几 PP 还有狮子？三 PP 啊，三 PP 有老虎啦。哦，你说那个老虎，其实那老虎两点血有点小尴尬。我觉得风君看快比较强一点点。哦。可以跟出来的。可以，那这边就是要被迫要做一个铺开来，然后用一个歌剧机让全场的数值都提升，这样做是最好的。然后下一回的话，因为觉得对面应该是不会有老婆，但是他还是要担心小骑兵吧。哇，这边中立毛西的缺点出来就是很容易干牌。你必须打出了那个幻影猫之后才会开始慢慢的补牌，然后又被刚好对面是连续两张双解，这个双解太猛了啊，真的太恶心了，真的。哎呦，幻影猫看一下，哦，进了一张大消还蛮不错，然后又再进了一张幻影猫，满满都是大张的牌，
这时候就出现仙宫的缺点，没有进化了。哇，我这边会直接大鸟了，加罗罗。我这边应该，不然就是慢牛加光头啦，都可以。应该是大鸟。我喜欢做个大鸟，因为刚好可以降三。嗯，那如果他不想做大鸟，就是慢牛加罗罗，然后下一回才做野兽公主加大鸟。嗯，我喜欢做。没办法，野兽公主加大鸟。我喜欢做大鸟，然后用小骑兵点掉七二，然后对方就可没进化就几乎可以一下就去了。那回合的话，如果是我会是野兽公主再加上老婆，我不会做慢牛，因为慢牛你野兽公主下一回合如果你要丢加罗罗的话，丢野兽公主丢不下去。哇，对面三张猫都来了。哇，三张猫！原本说他没牌啊，现在牌又都回来，这边就是他抽的都不是好，都是抽到一张中立，一张稀奇。现在需要的关键就是要我接场。好，现在尴尬的是他解不掉，他必须要用两张去换他的猫。哇，如果你刚刚的做法的话，做兽机，哦，没事没事，这样的话这一回还是可以，可以可以。也是可以，那个加了我没事。我原本想说你刚刚这样做，应该就是解不掉。嗯，没有啊，因为你如果这回合直接加罗罗的话，你兽机就没办法丢啊。那你要丢兽机就不能丢掉了。哇，四点，八风车在抽，又抽什么？八风车，我游戏在叫什么呢？嗯哼，哦，这个金牛来解掉他的猫，哎，这边坏猫还在赢哦，赢了，赢了，一二三，三点，然后大家结束了，这个坏猫来好来满哎，哇，结束了，怎么讲？他的血量是不是都是幻影猫打的？对，他就是那个幻影猫，一张接着一张，一张接着一张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对方的主教的头就爆开了。哇，你太夸张了吧？那我们恭喜第一场是由那个 DLT 神秋风、神风秋获得胜利。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在玩不同的游戏。一个人就在玩一个游戏，叫做我一定要把你的头给打爆，另外就是我一定要把你解爆，真的，结果解爆了下去了，这个、哦、好夸张啊！哇，小夜人，就是两个即时的对决，没有吧？上面应该是节奏的快腰、啊。还有甲虫啊，下面应该不用换吧？一二三刚好啊。对，有可能啊，不然要换也是换三啊，那我觉得应该是不用换。可是不用换的话，对快要来讲，你空三，等于是你三倍都是空的。他如果有buff到，应该会很爽。这边想了很久。在犹豫要不要换，我、啊、选择换掉第三张，觉得空三实在是太危险。这边是一个仙宫，嗯，仙宫还是要拍兽机。哎呦，来了一张仙宫蛮强的一个御鸟的使徒。那这张的圣宫天子弟弟二，我不要觉得他是需要吃一个进化点去做一个双解，因为对方是一个妖精嘛，很多一滴血的手下。哎呦，哟、这个圣宫天子弟弟二真的可以留下来了。真的，如果他原本三倍空的话，可能就要打出去了。那以妖精来讲的话，这边，嗯，草人凶下去了吗？开始走脸了，走脸，各种 buff， 然后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下圣光天使。他会不会考虑消失啊？应该不会啦，还是会考虑消失，可是基本上应该还是下圣光天使会比较，还是多一个战场比较强。对对，
好，这 BP 应该就没有疑虑，就是直接预料了师徒了。然后上方的妖精来讲，三 BP 比较尴尬。三面妖精我会做，要不就是一只小妖精晋级之身，要不就是一只小妖精再加一个丑人。嗯，这样可以保持场上都是两点攻的，不会被他做一个优势交换。哇！急に飛ぼうとしないでね。哦，荆棘对空小妖精，我的做法、啊，荆棘对空小妖精进化场上来自，其实我看不太懂妖精要怎么打、欸，不觉得太不熟了。我觉得怎么打都好啊、欸，怎么玩？他是我直，对啊，荆棘对空小妖精进化，这边要收起来了。进化点那么多，就是要用下去了。那、啊、这边可以很开心的丢下那个接法点，撞脸，哎呦，哎呦，进化点没有那么多，不能进化。如果是我，我刚刚还是会进化鸟，跟他拼一个脸。我果然还是太冲动了。不会，因为其实你进化鸟的话有三滴血，会比较让对方没办法解，除非对方用对攻射击，因为一次解三滴的基本上没有。妖精没有，那不进化，要么就解两滴，要么解一滴。不进化也是可以啊。哦，他这边是连圣银都不想点点，直接扣起来了。嗯，打得很谨慎，他就是想要让那个圣银去解每一只的小妖精，解一只算一只。那我觉得这一回合来讲的话，没有把荆棘之身回收是有点小亏的时候。可以圣言漆黑加仇，对，或者是耶尔双解，点那只甲虫再漆黑，然后再漆黑，然后另外就是圣功再丢下去。三把圣功天使的耶尔拍了拍了，还是害他在扣。他前面都有扣过那个圣言天使的情况了，我觉得他这边还是会扣。哎，真的在扣了、欸。我个人是会打出去的，因为我会觉得妖精没有那种全场少一点两点的，然后丢下去让他头疼。除非他放森林意志。不过他这边是就是打很稳啊，就是稳定的可以用进化点多解一只怪，多解一只小妖精算一只。这样可以防止一些就是小妖精去免费换掉一些恶衣鸟的情况。哦吼，而且他这个这样子又解掉他一个进化怪，然后现在是妖精快没有跑。All in、嗯、对 All in、欸、不一定，圣炎天使说不定他又旅行All in。然后依照他谨慎的个性，他会再扣圣炎天使。对，我觉得圣炎天使应该会。他会再扣圣炎天使，他就知道留着，然后把对方的小妖精，通通的小妖精射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对小妖精的怨念很深。欸、没有哎、欸，就是把他打出去。我给你点脸。他可能对觉得，对方已经不会用进化点去做一个交换，也不会有那种残血的局面了。那这张可以去剪尾的圣炎天使就把他打出去了。
而且对方也没有就是可以一直主攻场上的牌，因为胜利意志的话血那个牌手牌是不够、然后阿雷亚下去，然后可以拿到一张已废的曼德魔杖，然后这张曼德魔当然说实在的效益并不太高，因为即使这样废了，你现在废数也过于多啊。然后这边抽到一张就可以直接丢下去的，这个超强抗快右手啊，叫做圣枪兵，对方的头整个都痛起来了，应该是直接走脸吧，因为你摄影那莉莉跟他换不划算，应该是直接走脸，换牌都换怪都不划算，要换也是下一个回合、啊。哇，对面有一个蜥蜴。阿雷亚撞掉，像也是 all in 啊，我还是会 all in， 然后所以蜥蜴蹲起来，不然就是如果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排除有甲虫的话，会可能会想要扣那个精灵双子，要不就是扣那个妖精。可是他现在必须一定要解掉对面至少两只，撞掉这个盾。对，哦，哎，等等，他这边是已经输啦、啊。没有得解啊，解不干，解不开啊！一只撞掉，一只撞掉，哎，输了哎、欸、！GG， 这边输了。这个教堂圣将兵扛起了证据，刚好挡住了。输了，输了。对，没有办法，无解了，这无解。他直接攻过了，放弃挣扎。这没办法，一个六二穿吗？只有二吗？好像还没有哎、欸，是一品，刚没有特别记。好，那我们恭喜 Cute 猫用主教搬回了一城，接着就是妖精精灵啊，精灵对上巫师了，巫师。应该是超越吧，谁知道啊？目前是两个超越，两个土印。我还是觉得土印的节奏少一只奥兹真的差蛮多的，那张可以抽牌又不会帮对方抽。不然就是他原本奥兹的位置放成那个精神统一。对啊，因为他现在可以玩民土啊，就是可以玩民土之类的啊，而且又是那种城墙流。我觉得那个玩的还不错、啊，只是前面手牌不太好，有点惨。这边的话，经理你会怎么留牌啊？我觉得土法这边很顺、欸，土法这边一号一四我可能会换掉。如果是后手会留，哎、欸，等等，后手会留一，会消小美，先攻会丢一，对，先攻不需要。然后，哦，双方都全流，哇哦！其实整个被打脸。妖精的旋律要在前面有拿到妖精与森林使者才会比较好做一个铺开。那这边就要看右手进牌妖精这方面。然后土秘术这边感觉是一个幻影术式的控制图哦。我还没看过哎，幻影术式的控制。那他的牌组应该有放那一只的六费的三五。哪一只啊？六费三五啊，就是敌人死掉一只虫子会叫一只小僵尸哦。通过加名，那个研究竞技研究者，哎，竞技研究者，竞技研究者，对对对，竞技研究者，那只真的很强，就是出跟一个幻影术士做了搭配。不过这样的搭配要让幻影术士先去做，不，要先让那个竞技研究者先死过一轮。嗯，可以做个双解，还可以吃土。应该是对空射击吧，其实也真的没什么好选，对，没选择，然后小妹丢下去。那以土秘术来讲的话，我这边会反，我会想要暗夜，又多了一张可以用啊。我觉得精神统一先补牌吧，夜月的魔法师其实也可以。
我想，但是我还是我偏好金神同一股。我这边也投金神同一票，因为你这样子丢下去，手上就没牌了。要先找牌。如果后面再找的话，你又没有办法立马丢。你之后还是有一个回合要丢金神同一票，是吧？还是有一个回合要。我喜欢这样啊。那对方的牌来讲的话，可以再丢周炼，然后再丢一次对空。对，对空，周炼经济对空。对空完之后，荆棘之声要下去了，因为等等要做一个试费结束，要下两只的小妖精，加上一个妖精旋律，这样比较好。嗯哼。体ボルグ、私に逆らうのかね。结果，好啊，也是可以啊。这样他试费可能会比较想要做的是阿雷亚。嗯。抽牌。还是得比啊！禁忌研究者，禁忌研究者来了。五号的话，应该是让夜月的魔法师进，要不然就是让……啊，对哦，我忘记先进双子啊，所以他刚刚做比较好。因为其实直接裸驾禁忌之身是蛮亏的一个选择。哦，他会直接加二两次，那这样他的禁忌之身就可以直接发挥效果。欸，我觉得这样给我灵感哎，我以后的那个。我以后的妖精想要放这个东西。哦吼！突然发觉，桃斯的主战者进化还蛮好看，这邓动作。这边会做一个妖精，然后进化去做个白嫖，精灵之神下去。嗯哼。当姐最干净利落了，可是他手上妖精这么多，可是却好像没有看到关键牌。然后接着这边经济研究者就是进化吧，应该会进化打掉一一。经济研究者进化，哎呦，又打脸了。这边想要做费洛加上极尽的研究室，那我觉得他有可能会考虑不进化哦，考虑啦。对，应该是不会进化。那进化，那如果进化就是进化费洛去换掉三三，你感觉不划算？你这样子的话，你又剩两滴，人家一可以爽换。虽然说他这样子的感觉应该是说，他等一下下期研究者你有很多图可以用。就拿了一张的。一费的曼藤魔弹，那这个场面来讲是可以玄解，而且他可以进化那个阿雷亚去白嫖掉四一的费洛，完美。其实这么说来，我刚刚的六费节奏我比较喜欢，会用进化点撞掉一击，然后去做两只僵尸，然后还。我觉得做两只僵尸应该还占一只出来。我刚刚会我比较偏这样了。嗯。那接下来就是如果妖精那边丢了，哇，右手进行一张蜥蜴耶。对。只不过场上的经济研究者是一个很麻烦的存在，这边要卖，应该说这边的五点攻要冷静打那一只。对。而且对面也。会不会猜到他有幻影术士是一个问题？如果对面有猜到的话，扑克扑克全下，扑克没有全下，只是很可能。他是幻影术士出来是急走对不对？哎，对，是途径哦，还可以再吃一个土。啊，那他那个这样子的话，他的蜥蜴就会被挤掉，很麻烦。对，二分之一的几率不会啊，直接解封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补光炮。刚刚如果有多下一只的小妖精，就可以去。这是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
但其实感觉里面不搞，而且对面有没有猜到幻影术士是一个问题。但这样铺场就很难解，因为你一没有扫场，又没有森林意志，然后再加上也没有进化，哇，这下尴尬了。幻影术士的效果是什么？我有点忘。阿叔，你说幻影术士的效果，它就是直接召唤一个本体对你中已经被破坏的角色，然后消耗最高了，站在场上。而、自己回合开始之后，这个场景会消失，所以可以不用去解他的禁忌的研究者。对，可以不用解他，完全不用理他，他会自己消失。但麻烦就是那些小免费蹦出来那些小僵尸啊，这个 combo 武器就是那些小僵尸。然后妖精现在就是没有手牌状态，就有点慢性死亡啊。这时候应该是丢夜月的魔法石，我看要不要丢幻影术士，对不对？那个幻影术士，一个铺场。哦，他这次来蜥蜴撑得住吗？是，哇，八十四。4D 刚好欸，没得解就 GG， 那看来是没有得解 GG， 刚好 14D 又是这样，两场都是刚好，哇，手上有很多牌，但是 10G， 对，接着是四强赛，由 DiMa 的斑比对上 WE Dark Open 的主教。哦，你有看到传说中的野猛吗？有，好特别。然后这边的斑比也选用了一张，算是一半人会选用的福林地吧。这边可能是中立的牌已经塞的差不多了，再来就塞高质量的卡了。对方就打下了堕天使，下面应该是野啦。接着就是野兽公主的呼唤，然后拍了下去。这边主教来讲，就是二费野兽公主能下就是一定要下，太后面下时会完全不了解。对面好顺啊！哇，对面好顺啊！这边已经铺开来了，下面可能快不紧了。只不过如果斑比这边、还好，四费有铁身可以来返场啊。哦，八蒙特，哇！欢迎猫，好。应该是稳啊，幻影真的真的好稳哦！他先出兽机那一手真的有点亏。直接用下了光头做一个简单的双解，下面还有希望，因为上面的这边上面突然卡了，这个赫特是不是点下去然后进化？对，而赫特这样点不出伤害，因为他只有哦，对，他少，对，少一张，他出个福林地耶，应该不能这样出吧？我会选择出赫特欸，对啊，其他进化直接打脸，然后再回幻影猫看打什么再决定。有的人觉得就是玩斑比就是想办法就不要交流，让对方来解你，然后做场面压力。这边就很理所当然的吃了一个漆黑法典，
あんたにヒントをやるよ。大笑。哇！三B技能当抓死就赢了。嗯，这是不是就是要想办法奶一下？要不光辉天使他如果再不奶，就直接输了。只不过这样丢这只就要进化圣炎猛虎去做一个交换，小亏一点，因为毕竟是找一个那个途径，那个效果。对。哇，这金爪子！我幸好刚刚有奶，如果没奶就下去了，奶就直接下去了。上面这样有点难出，因为他大招中立卡，哎，还够哎。シルベがなくては人の子は。下面要再奶一次，可是奶的时候补无血，上面也可以打你无血。真的，上面金装力就赢了。没有，还差两点。点点，还差两点。赫特能点下去，再找一张巴蒙特。哦，对对，没事没事，这个也可以啊，还有二费的。这看起来要做二加六，对不对？我这边也拉死命的奶。感觉有机会打得回来，或许可以打回来，因为上面的伤害不够了，已经不够了，已经开始脱离那个斩杀界了。嗯，那以吸血鬼这边要进幻影猫才有机会赢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除非进幻影猫啦，啊，然后刚好幻影猫补到两张中立啊，不然就是进爪子。怎么？怎么等待回应呢？对，就是所谓的换牌数。哇！幸好。狐狸地下去。然后他要赌爪子吗？没有。哇，福林地是不是效用超高？这样解不掉，尴尬了。对，解不掉，除非他天球雨去拉到裁判所啊。然后又炸到，哇！这边做圣人蛙加上治愈天使师已经死了，温室，对温室，对，所以一定要用天球鱼去拉拉那个裁判手。上面一个用什么威力？然后可是他也不知道对面有没有爪子，啊，又拉到再一次机会，没有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这边二分之一啊，没救。对，没救了，因为他多卡了一格，因为被场地可以补命了。哎呀，虽然很好运杀到了，但是手上还有一张利爪啊。上面真的很扯，他狐狸干嘛拿到怪？刚好狐狸地打到。如果第一张的天球拉，就拉到的话，就还要打，可以再反回来，然后再补血。对，就还算活着，好像会大概剩下一滴吧，一两滴。然后对面刚好没有摸到伤害的，所以应该是可以返回来，有机会啊。那我们恭喜有第一把的中立猫先拔得抽抽。欢迎。对啊。
坏猫好恶哦、喔！突然间很觉得，就先攻起来，就运气好就这样。对他如果早一张摸到裁判桌的话，就丢出来炸到狐狸地，下一回合裁判桌吹好，可以再炸一只。那这边因为对方是使用死灵，然后主教就是继续使用可以消失的。那以相信来讲是比较好打的。这边直接把那个青蛙丢了出去，他把他当白板出了，对啊，因为后面也不需要了。嗯，而且是一个先攻，先攻不下有点妙。那以主教来讲，目前看起来就是顺着下了。耶拉奇耶刀的祈祷打下去之后，再光头天狐，以他的手牌应该就是这样做，不然就是五 PP 在做治愈天使跟小圣子。虽然下面天虎，可是他没有出到二倍的那个。哇！死灵这边，要不然可以出一排。死灵这边直接躲下一只一二，哎，因为怕会被浇灭，所以他要直接丢出来。这边这样的话会吃光头。上面的牌型来讲是跟那个犀利的牌一样啊。对，对，就那一套。你们是有一起研究吗？没有。怎么这看起来这好像啊、哦？好像不能这么有改一道牌，有改到。这边怎么打？叮当。貴様の魂を燃やそう。上方的死灵直接选择就是铺一个叮当天使，然后撑一下，就这回都不做事，然后下回再使用那个蛮山活尸跟死灵暗杀者，想要做个双接。我是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想法。对，因为下面这一回合如果出天虎，就随便就被双接掉了，就很难出。那这主教会怎么打比较好？可以走，就直接出两只兔儿吧。两只，然后正准备补下去，他放弃了。那这边就是刚刚所说的，满山火尸全拆。哇，上面那套如果没有红卡，应该只怕超越啊！打起来的感觉，还有甲虫妖也穿不够鸣走、欸，对吧、啊？还有植柱也会放进去。以现在局面来讲的话，是不是死灵看起来比较优势啊？对，只要他等一下进大牌，然后张进去，他马上就赢了。嗯，他现在的这个阴郁的死灵术士跟关德温扣超紧，他就是在等，对啊，然后等他阿公吧。他阿公进去之后，就直接七回合叫出来，下面也没有，下面体质那么高，也不会用七回合把点给解掉。何も聞こえない。而下面现在找七 A 靶点已经没用了，因为就对吧、啊？因为他有天虎会叠上去啊。
哎呦，孔雀下去抽吗？还是要直接抽白刃武士？他可能会用白刃武士去撞掉之后再，哎、欸，他直接去丢拿。哎、欸，他这样做比较好吗？好拉千金哦、喔！啊，拉到这个没用了。那这个不灭的怨念哦，那这样打有点浪费。那如果看，哎、欸，对啊。也是可以啊，他刚刚为什么不用武士去撞掉那只，然后白刃武士加不灭就刚好全解？对啊，就刚好全解、啊，还留一只一滴血的那个欢德威。对对，这边可能就有上面应该是刚才出错了。嗯，对，这边小解错了。圣水吗？而且对面现在大牌也还没有进呢、欸。这个圣水要找牌了，我们天盾，我又没有彩虹卡。哇、哦，这边圣水扣得好紧啊！然后直接炸掉抽卡，然后再葬中进去。有没有阿公呢？没有，又来一堆孔雀，好多孔雀。我真的觉得刚才那一手真的。真的就少换一只了。哦，来了，阿公来。All in。嗯，他为什么不先出那只天使？对啊，哦，他要用消灭。刚才应该直接出天使扑起来吧？要不要扣？我啦，我会觉得。對啊，我是觉得他前面都抽不到，后面很容易抽到，我会扣七叶法典，我啦，我也会扣七叶法典。我刚刚就是直接扑出来一整排，对面解不掉，你就直接一死。哇、嗯啊，这边阿公要出来了。金珠。对吧？他应该要开始狂打脸的。如果啦，如果这只的主教有混一张金牛，就有机会。然后只要他这一张进好一点，哇，还有暴君呢、欸，不能那样出吧。上面刚才可以解掉，他刚才如果用二一间去撞，然后再用阿公去撞，然后再用那个刚才的那一只，用紫灵刺客可以去撞掉一只核弹龙去撞，然后白刃子去撞可以全解。但可以全解，只要用二一去撞掉那个天使，然后再用核弹龙去撞天使，然后阿公去撞中间那只五，然后反正直接撞中间，然后用紫灵刺客就解掉了。对，没错，然后下面就无力回天了。这边就看这边了，这手，哇哇！如果来的是一张补血，就逆转了。对，因为对方其实这一场的整局打了两个小失误啦。刚才那个自转很严重的失误了，因为如果他进补血就直接结束了。是啊，因为其实以死亡暴君来讲，已经没有他的那个吃木的必要性了。因为也不用叠到二子木啦，因为下面就是，你用阿公就可以撸死他了，你就把死亡暴君拿来结场就对了。对啊。这边他可能这边耶拉不知道有没有放什么推进的，有推进就会走脸吗？哎、欸，但没有走脸就死了，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有没有暴君啊，走脸就啊对啊，他这边会十五滴，
十五滴会剩三点，他可能会这样想。然后如果他有推进，他就可能会考虑说走脸。但其实不管怎样，还像是输了，就差这一点。对，我是觉得啊，走脸了，有走脸他有胜率啦。如果是我平常在打，我一定走脸。下面真的输了，上面希望不要不去解，应该不能不解吧？这边打稳就赢了，对方连一张手牌都没有了，他刚才都不解，对啊，他解掉了，好，上面确定赢了。除非这一个的耶拉有放一张的那个金牛，或是鸟头，哎、欸，鸟头对啊，七七，果然是耶拉体系啊，这个找一张来就赢了。而下面看起来就是没金牛啊，如果他刚才真的抽到金牛，应该要先逼验一下，因为上面刚才一直在狂逼验下面，对吗？不是一直直勾引。那我们恭喜的这一场获胜是由 Diva， 有一个直落二的战绩获得胜利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赶紧来看第下一场咯。哦，我看到龙族欸，哇，难得欸。欸，我觉得这是什么牌组？脸龙吗？就是那个没办法路特脸龙吗？便宜的脸龙，艾娜的那种。对，其实没有办法路特也很强啊，就用艾娜来补啊，也可以用伊贝那张发出来补伤害。哦，这边就直接拿出了龙族。现在是四强赛，由露娜对上。哇，天狐啊，先攻哎、欸，真的是脸龙哎，而且哥布林都放了，脸龙也是放哥布林对不对？会，因为伊贝也只有哥布林和银白幽龙能放，龙的伊贝很少，龙伊贝有炸卡，所以他没有生物可以放。只不过对方后手，哎，对方的死灵后来进的牌也算是不错啊，还算是稍微可以看快。那现在这边龙族在想到底要不要换？那这边的话，你会觉得巨莲要换还是就留？我觉得可以换掉，可是他自己有进二倍，所以也不用换了、啊。哇，这个顺欸，因为对面现在也没有什么海王了，巨莲其实可以不用留啊，因为没有彩虹卡。哇，单一耶、欸！哇，这边天虎两只跟做这个，我会偏向做龙人呢、欸。要做两只比较好，就是可以。如果等一下自己进一张三倍的卡就直接出出来哦，但也要出龙人比较好，也可以出巨莲啊，因为对面也没有什么后期也没有大牌要解，然后巨莲就给他换，然后你其他都打脸，他只要在对面出明走之前干掉他就好了，对吧、啊？那这边来讲的话，就是只能玉龙加马蒂达，对吧？对，也可能会先丢龙人来拉牌。然后就看这个谢幕曲会打到什么。哇，打到最高了！这边很亏，这龙这边有点亏。对，会很亏。而只要对面还没架盾起来，他越横这样扑，等一下他摸到不死鸟，就下面赢了。
龙人，哦，真的来了，艾娜出来了，再龙人，但可能会出巨脸，因为他伊菲尔卡比较少了。哦，哇，他放那个爆蓝的巨龙，就是全部都走起来的，对。对，然后直接，因为他们有放巴鲁特嘛，所以后期就直接用那一节第一位来直接出吧。死灵这边比较头疼，就是都是一些小怪，然后丢满山火是解，感觉不痛不痒。能不能解到那只哥布林呢？我靠，我解到了！他这个死灵运气有点好。放心啊，下面等一下不死鸟进化啊，然后加一会儿七费他就赢了，然后对面没有摸到盾。对啊，没想到不止住吧？啊，上面快要不紧了，上面快不紧了。这边艾娜的伤害加精华点是五点。哦，一波加，还是得留艾娜的。赢的，下面赢的，只要当面没有抽到值的祝福，就下面赢了。对，还有千金啊，然后就对面左排的，对，这边这一张没有抽好就直接加去了。你说这张俊英受起手就对了。哇，进来！哇，进来！我靠！这边就是死猪架起来了，一张二千一自杀，然后死猪架起来，然后其他。那只猎者就打脸嘛，尴尬，你不用特意去解那只啊，因为对面就算火龙猿也招不掉。哇，啊，下面就很尴尬了，因为他穿不掉那战机，而且下个还应该还会再看到那个卡穆拉，对，下面可能不紧了，直接一个死柱6666。对，那样指数真的66666哎。那这边的其实死灵的意思也蛮好，我记得他第一个进化点是用在那个安德雷菲斯上面嘛，他就是要全部一直找牌，然后找到这一张死柱。因为他也知道下面是联龙，如果不快点把盾架起来，就直接被穿爆了。他这样其实抽了超多牌了，他前面真的拼了命在抽。这边来讲的话，这里来讲应该就出一只艾拉，还有巨莲去接一个盾吧。如果刚才要出伊布江的话，应该要先出出来，这样才可以加工啊。我不要想，我不要想丢的是这一张了。对啊，如果刚才要丢那张，应该要先丢出来，然后让不知鸟去打，然后他才会加工，才可以再接一个盾嘞。对。因为你像要预想说对方 TPP 很容易就会下出那个，哇，又是右手来了一张，对面真的太右手了吧？然后他起手就有留名手，现在他就只要一直截那个截光，然后补到七血，然后这边就打不回去了，哇，尴尬。刚刚是喷盾，要打五点就加明手，然后再加一会再开始阿公。而且这个赛雷千金赛雷斯一直补一直补，九点永远解不掉。哦，右手来还来一张那个。可是这样打的话，永远补不掉增加的伤害，因为他每一回合也是输出二，对面每一回合也是补二，哇，这是放几张啊？都来了、欸，
徐志龙好绝望哦！这边要进的止住了，这太酷了，好想哭哦！又用手止住，对，这应该是没救了，他也没不会放那种卡。啊，再见了。现在就会有人说，千金四八四太强，千金四八四该乐福。那是因为没有彩虹卡吧？敗北を認めましょう。死灵这个看快真的好好恶啊！四费超强的千金跟六费超强的死猪，因为他的那一组核心全部都在金卡上面，完全不就除了宙斯之外的彩虹卡都不太需要啊，宙斯也不一定要发。不过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位的龙珠的代牌。好，那我们恭喜刚刚的 Cute 猫先获得首胜。接下来这一场是由 Cute 猫的那个桃儿师对上脸龙再一次。今こそ私有を消しましょう。ようやく私の出番みたいね。哦，土印。哎，万你有你有遇过这种对局吗？这两个有谁比较优势，谁比较劣势？我打过脸龙，可是我没有遇到土鹰过。应该说脸龙监攻比较好啦，就后攻就抓艾拉是正确，但对面是监攻土鹰诶。嗯，这边看有没有二费，他这边牌很烂诶。那以龙族来讲的话，现在牌是稍微进的比较好一点，就这 OK 啊。闇魔術などに負けませんよ。光を見よ。他那个手牌不 OK 啦，他打脸龙哪 OK？ 私に逆らうのかね？夜は私の世界。夜魔术师打下来，哦。就是刚刚看到、他进了一张好卡、欸，幻惑奇术师跟竞技研究所的超恶心搭配又出来了。他说你等一下就直接拉出来解，因为脸龙如果扑起来会比较恐怖，他不一定会六费来解，因为也没有大怪啊。对，可以把那只直接冲掉给艾拉，然后再换影术师拉出来，然后进化就解不掉了。闇魔術などに負けませんよ。嗯？哦，他要再解哦？他要找多百二十怪吗？刚刚换影术师，然后直接进化掉，撞掉艾拉。对，他想要多保一只。修行不足だね。然后等等，这个巫师这边还可以再做一个六费的超强的双击。完了，这边龙真的很有点惨了。这边龙真的很惨，即使跳起来也很像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哎。因为脸龙体系的跳费跳上去也没有用啊，因为只是多出几张极高卡啊，对面都已经控成这样了，已经没有抢到血。这边要解是要打心之不死鸟，对，而打心之不死鸟也解不干净，能解掉那两只啊，可是下一回对面出了精英体验者，看他想不想要全解，这样可以做一个全解，他也可能会出全解长大不怪。おやすみなさい。哦。哦，对啊，费诺也不用解，没错。这边现在就轻松惬意的慢慢打就能赢。
啊，下来接下来这个龙，要先找牌了吗？他好像怎么找不了多好的牌了。哦，这张还不错，可是这边会哦，他继续选的不好，因为他知道他猜对面没李维的那一种。因为对面的构成好像真的是没放李维，因为幻影有五倍幻影数字的就。通常不太会去放李维啊。哦，对啊，因为拉李维有点尴尬。对，只是一个试试的点。もうダメよ。夜は私の世界。好吧，这个应该是快要没救了。他这边是可以做个简单的爆发，就是爆蓝巨龙加上巨鹰兽骑兽。哎呦，艾娜，他应该要直接冲进去了吧？这也可以、啊，再不冲就没救了。这样姐可以优势的去保有质量，因为对面也好像没有李维，然后就直接嗯。然后他解不干净，下一回合就可以挨那。啊，这边巫师来讲，会不会考虑加废铁了？許されざる実験を始めよう。对，这样解是对的。场上。哇！场上幽龙少女，哇！金坎，等，这是有点逆转了。六七八八，赢了吗？场上赢了，暴蓝巨龙加艾娜，赢了，刚好赢了，伤害最高。龙人召唤师加暴蓝巨龙加艾娜，好像不用龙人了、欸，这样就赢了啊！他刚好整抽哎、欸。看一下这个艾娜攻击力多高，八点。原来我们就是对面这个僵尸是亏到爆炸。我们看错这个龙了，我还想说，好像有点打酱油。他一路赢过来还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对主很强是没错，只是对面刚好是吃他了啊，就他刚才不小心下一只六的实验室。实验折出来，一直增僵尸出来，让他加攻击。因为我刚才就想说，是不是要丢一个那个废铁会好一点点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他刚打太快了，还来不及看到其他人多的选择。就是因为他刚才也可以先把对面解完之后再出那一只实验折，这样子就可以防止艾娜绝对不会爆死他了。对，那个。一堆僵尸反而是帮了对面，僵尸是 MVP。对，就是他就是讲说，想要贪那几只僵尸，然后就这样反而下去了。好，再来就是这边的主教看起来很顺哦。对。对他刚才应该用天轮去解比较好。啊，扑一个盾出来还是会死、欸。我会打漆黑啊，看他，他不会用那个五倍的拉出来哦、喔。他用吃吃就可以解掉一副将了。哎呦，他接下来继续打出了那个银翼祷告。然后现在的陶厄斯的手顺是比较好的，因为他有魔女的大锅炉，又加上那个幻后奇术师。只不过这边切法点扣得好，对，我原本二费会想要打切法点，他这手扣得好，出吧，这时候应该要去抢个血，不然我太低段了，那边
不扣七法顶，可能我就下去了。他就结怪。我会觉得强点、欸，反正对方又没有进化点。对面是打很空的，如果不去抢一些技能的话，后面就抢不太到了。灰烬，反正对面没有砍。这个、会进化吗？应该会进化，因为如果对面出老头来进化的话，就可以换掉老头啊。他如果他用老头的火球去炸鱼，也 OK 的。他出费洛奇，准备出那个望远镜吧。再找一下，再来一张，用望远镜，还可以再拿。哇，放火骑士，他的幻影术师也太爱他了吧，技能很深的，每场都看得到。他这样子我已经没用了，他直接丢下去当白板，因为等一下要用别的进化比较好。比如说经济作者之类的。对，这边其实主教已经算是还算可以的手顺，但对方很痛啊。对，因为。这主教后期也不一定会比对面强，因为补伤害的卡变很少了，也没有黑贞德啊。弟弟研究者，然后换两只僵尸出来，头疼，真的很头疼。哇，还杀到老虎！哇哇，今天的随机杀到好准啊！阿公牛啊，そこまでじゃ。私は誰にも負けない。貴様の弱点。一样，同样都只会出一只。好吧，这样好像会卡场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他这样教是不要让他用那个幻影术士再拉回去吧。嗯。对对，真小，不要让再拉一次出来。幻を見せてあげる。闇魔術などに負けませんよ。那对面这样就尴尬了。他是啊，其实也还好啦。这样铁针教的好，不然他如果刚才幻影术士是用角形用斩月兔来炸他，又拉回来那只又可以去换哎，然后又整出一排僵尸。这边感觉节奏可以打满哦。四加三，然后都是一些会跑的鸟。那他加一会会比较难出。是不是要走脸了，还是要？他再不走脸就不行了吗？场上的伤害来讲的话，这边有三点，这边有两点，加上加罗罗。对面虽然看起来没什么王牌，可是他就慢慢控制你，你就打不到他的脸，就对面赢了。哇，费洛还有两张。もうやめてやる。又是三月兔，满满都三月兔。三月兔卡死人。天を貸すも、愛と貸すべし。欸。伤害是少一点。他如果等一下要进一只鸟头，他刚刚用壮丽大神主去撞盾，好像要多一点伤害。对，这时候对面应该会出费洛来开始补一点血吧？就地会，然后再用那只，再用那个拉出来途径去解。他不出费洛，我会费洛，然后望远镜，可以补血，开心。刚刚主教这边少打了一点，究竟会不会成为伏笔呢？
这样巫师怎么打比较好？会想要下经济研究者吗？下经济研究者吗？可是他现在只有九费。对，如果他多一费就可以服务魔方炮最后一个王者解像，这样不行。对啊，他刚才有点。好吧，怎么办？这样不太好出。我的落とすか。許されざる実験を始めよう。好，去死。被劫。他命の秘密。命の秘密。哦，刚才就讲过了。哇，进的没用的。他现在就是打脸。然后出那个鸟，打脸，打脸，然后等一下只要进一张推进就赢了，等大鸟了，等大鸟了，完喽鱼酱，这边实验者又要卡死自己，他的解法很正确，他如果刚才用僵尸去换什么大隼的话，等一下就。又一盘僵尸扔在场上，然后就没办法复命了。小细节，来了一点。那这样还是卡住了，就是只能这样解，然后在对面只要摸得好，还是他还是会复命打。能救这个场面的就是那一张牌了。对。喂，爸。尴尬。对，之后就不要架，他就赢了，下面就赢了。不要出九点，差一点，真的赢了，下面赢了，哦，上面一个卡上来，完全没有直接打的直张卡，都是要去针对怪打的。哎，这样这么说来，他刚刚有没有地方小小出错？还是这样就已经一定会卡？对面是因为会卡场，因为那只直接者就卡在场上，所以他刚才那样换已经很正确。他如果没有那样换，就。直接会扑出一排僵尸，他会挂那个。一点，这一点，没想到一点伏笔是出在那个主教巫师这里。巫师那里没有算打错啊，就是因为他完全都是在针对劫场的。我靠，两场都是僵尸 APP 耶、欸！他两场都是因为被一张职业者害死他哎、欸，都是因为僵尸卡职场哎、欸，让他没办法一直补命哎、欸。你的研究，这研究者怎么回事？哇、哦，这个水准好高哦，僵这个。竞技研究者 MVP 哎、欸，下面真的打得很对、欸，他如果刚才还乱出什么三月兔啊，然后就被灌炮了。赢了，赢了。没有，上面摸金身同一也不会有机会，因为他牌组就是没有放纸张卡，他就是全部都放那种结场控卡。那么恭喜威廉师徒获得这两场的对局胜利，哇，太厉害了！我觉得看他打牌好有趣哦，这真的好厉害啊！这是对面的那个竞技研究者，对面竞技研究者 MVP。真的，如果你是上面那个人，你应该会把他全拆、欸。对，怒拆，超六，六。阿公，帮忙加攻击力，是这样。对，又一个 MVP。每局都会出一个 MVP。直接就是拿那个脸龙来开局。哦，我还记得，就是那个福林地关键，他把它换掉了。下面要全换比较好。他有进，因为他那张211，说真的，体质不太优啊。那所以说，这个全换是要找什么会比较好的棋手？
后宫要找金艾拉，监工就是找一贝。如果你找一贝之后再去找二贝的卡，就找二二的白板嘛。他如果没放，就是找龙人召唤师啊。他如果觉得对面是打快御龙者是可以留啦，是路者。会放这一张，因为你多出来就是一张二二的白板，然后如果对面吃进化或者你吃进化，他就可以加工，就你丢出来当白板，对面也会去解啊。嗯哼。然后下面那个天舞了，所以这样看起来是下面一面很大喽。下面一面很大，因为对面也来不及赫特了，然后他就可以一步掉，一步降了。これは神様の言葉だよ。四木者，然后哥布林去换一架，另外一只就会打脸。他这时候就铺开，然后去哥布林，然后一直去换哥布林，然后其他打脸。哦，他要换那一只哎，哦，他将要全部优势换掉。他这样做就表示他三张都会换怪喽。对，因为这样换的话，对面只要没有摸到天宫、天子、莉莉的话，就基本上就扳不回来了。那、啊、这边呢？哦，四倍准时大跳，只会有一张奇格飞，没有，他刚好就有奇格飞。我靠！其实还有一个就是，欸、可以不用丢，直接丢出来冲你也 OK。奇格飞可以等一下用来破盾。如果对啊，可以，其实可以做俊英手起手也是可以的。因为还好对面中立卡不够，他等一下不能赫特看他的下一张啦，如果下一张进的是中立就射得出来。对啊，如果射出来的话就直接用突袭啊。哦，是中立，没喝到。你这样，然后进化做一个双截，然后他如果进游龙少女最好啊。不死身体に奢ったか。啊，又是突袭，他又那么乱杀。那时候就要丢镰刀，然后突袭也丢下去。进化直接打进去，因为对面没有复仇的卡，就直接把他打到残血，他不让他不能丢爪子之类的卡。但还是下面一面比较大、啊，因为他现在很难解，对面很难解卡。嗯、然后还有一张即时的巨婴兽骑手在那边。对，那这边而且，嗯，而且这边。如果他等一下进了一张二二一的鸡翅的话，他就基本上就是下面赢了。啊，这边伤害是零的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刚好赢了。哎、欸，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但是他还有一张据点，这个。看想要不要交土袭交下去了吧，反正幻影猫应该是没有什么盾。对对，可以直接交掉啊，交掉的话对面就是不能解，然后但是他不交就是怕对面赫特，然后赫特去点镰刀，然后进化，然后去解掉一滴甲，然后他点掉就可以镰刀，然后加土袭点掉他赫特、嗯、也是可以啊，对啊，都可以交，反正场面有那个压力在、啊，不丢也是还是可以。我加命的。哇哇！打出右手那张给尊敬。这建功强无敌。因为这两组都是建功牌组啊。嗯。啊，点龙比较。偏两边都可以，猜拳获胜。对，那我们恭喜这边冠军赛先由威廉斯卢先拔得头筹，然后他这一道是极走教吧，极走教也是监控比较强，对面好像也都是，哎、欸，对面的帐中石比较偏后宫，
然后另外一套是监工，除非他前面有葬送到阿公啊，然后直接五倍进化出来。嗯，这一先后攻猜拳，哇，直接叫监工。哦，一二，哇！哎、欸，只不过这边也进了一张大小还有一张生根体力量，感觉还算不错。对面的那一阶都算是监工卡，只有莉莉耶尔是后宫，所以他比较对面应该会比较难打一点。哦，他有进一张还不错，哥布林王。他有哥布林王，可以途径做一些解场。可是他那样做的话，也要自备以后才可以看自己。这时候应该就只有一只坐天使。哦，新岛天球仪，天球仪，然后摸到兽机的话，就基本上就快赢，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叫就赢吗？那两张打脸，然后直接推，因为他监工比较占有优势，就可以不用去换对面了。嗯，其实上面很像只能把哥布林王拍下来，哥布林帝拍下来也不能干嘛。还要因为交战多吃一点伤害，对，然后下面的卡又都是拿后宫卡，这边会做一加三，还是要做一张四？他做一加三，他做一加二，是做一加二。你觉得他的考量是什么？他考量应该是考量，就等一下出三月兔，或是如果抽到二倍的推进，直接推好，然后可以再做一只粘。哦。哎，但是粘只要两回合，然后但是咒击要三回合。哦，金牛来了。这边就是这样子做的话，就三月兔，然后点脸。好，对面就会出莉莉耶尔出击。哎、欸，即时叫的牌组来讲，会放什么审判组？有一节会挂，就是看你讲不讲要针对那一节卡。嗯。这边圣宫天使莉莉耶尔可以做一个点掉的结场。大丈夫，死んだら神様が待ってるよ。看来还会再看到一个茶会。哦，哇哇！直接拉出去啊！直接五加六的超顺节奏。哦，进化这边就进化打进去，可以點點的也可以不进化，可以不进化，就直接加一会儿再出一只斩月出去解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保持长优啊。嗯。就看他讲不讲到进化，也可以再回合出詹加治，然后反正八倍金牛就可以抽掉。然后现在手上还掐着那个金牛，哦，超可怕！哇！现在又有人要留言说坏猫是八是不行的，因为他后宫嘛。而且对面卡都摸一堆，他要再叫的计划再解，然后讲到对面解决掉就好。君，バランス悪いな。我を落とすか。这时候就看嘉宾进怎么了。啊，光头，哦，哇，一，哎，没有。啊！出三加四，然后一张去劫怪，对，老鹰去劫怪啊，这样就赢了。因为对面也没有盾，我是不劫、欸。他在打你，他就讲到对面赫特尔吧，然后这样他赫特尔进化的话，或许其他会弹刀去打脸，然后他就金牛直接下去打脸。嗯，哇，这仙宫好猛。
因为他带的这两套都比较偏监工牌组啊，而且他这边被限制的赫特一定要下，金牛在等。兜と煌めき戦場かける。私は舞台に咲く花。まだバンピーちゃんに勝てると思ってるの？舞台に大家要去揍的交换吧。他如果摊刀打脸，然后下面也是。那下面的话，金牛丢下去。嗯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已经赢了，他已经赢了。天空守护者加斗天子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右手。这真的右手哎、欸。本来还要再拖一回合啊，然后如果对面摸到幻影猫，他就下去了。对。哇，这真的右手哎、欸。原本大家还想说什么斗天使超废体质，但其实这一块工牌组内那一滴血极其关键，就因为这一点血，就是因为他都抓到监工啊，他也都是监工牌组。那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了，那很感谢大家的那个前面有点开场有点废哦啊，然后我们恭喜三色杯的冠军，耶、yeah, 拍手快聊天室快聊天室刷起来，右手先攻，那这边要特别感谢就是赛品那个 QW， 那时候他已经先行离去了，然后还有感谢 LY 的专业的奖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有一个回复？你有听到吗？我不知道要讲什么。你可以，然后这边的话可以欢迎到那个 CDL、CD 还有 LY 的频道去帮忙点个订阅，对，去订阅他们。我觉得下次比赛可以办一点比较特别的，什么什么，比如说什么，咱拿沸红来比啊！哦，好啊，沸红杯。我记得在聊天室的时候，我有看到有一个人建议，就是说要什么限定红卡。只不过这个可能要先做一个图表给大家知道，不然就是直播率吧。嗯哼，来个沸红杯，让大家来投票，来投直用率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可以，我们可以投禁用哪些红卡，然后前高票的前20张或之类的，就是我做一个表单，然后大家去投票，这样也蛮不错。不然就是禁用，或者是禁用，有一些金卡也会过强，那些也应该要禁用一下。嗯，就看他讨厌什么，就禁用什么。金卡也是，对不对？自动编辑，自动编辑杯吗？哇，这个也蛮狂的。其实原本这一次是应该是双色吧，就是同银。然后之后想说一个过年好彩头，加一个金。就金卡感觉还是好猛哦。因为大部分乌龙杯强的卡都在金卡。嗯。那些什么甲虫超越、疾走教全部强在金卡。嗯。啊，张忠直也强在金卡。我原本还想说会有人带冥府或张杯来玩，结果没有，那些太慢了啦，太慢了，直接先攻，大家那里先攻得胜，对，先攻太可怕了，刚才比赛就看出来，那些快攻牌组也不太会用到彩虹卡，顶多一张两张，而且没看到复仇者，那其实傀儡算是还蛮能快快的，我自己觉得。对，可是傀儡比较吃手顺，会比刚才那一阶还要吃，就是好好吃、哦、就是因为大家傀儡真的无限制真的打不太起来，啊、因为你再怎么控，你最后没有办法收头，还是打不赢对面啊。哦，傀儡应该也怕那种大怪，就屁股比较大的东西。对，因为解不掉，只能一阶传送。好啦，那今天刚好差不多也是12:17结束，然后开头有点废哦，
不好意思。那很感谢，就是所有参与的观众，虽然说有些人有可能打完之后一轮跪之后就回去了。那就这样咯，大家晚安咯，大家晚安，拜拜拜拜。